这个理想这个目标已经非常远大了，是吧？我当时就问他，我说叔叔，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，我是不是可以一天三顿吃饭？没问题，他说只要你写出一本书来，保证让你一天三顿吃饭饺子。所以我想，我最早的这种关于文学的、关于当作家的梦想，就从这个一天三顿吃饺子就开始了。